怎么说呢，就是一直跑，对面打野来了没什么用，是我能反打他，你知道吗？对，要不他们想越塔，肯定要出问题啊！后果这下看到那个上方提中了，没 TP 了，没 TP 了来了，怎么说就打杰克，这波就把杰克弄了，就打杰克，关了，关了 ，nice， 哇，阿姆认同，还是亏，不算亏，真不算亏，阿姆是那个吃线的呀，那肯定不亏啊，这波，对，我告诉你，换线这东西就是正常玩法啊，是很好。不得前期是啊，没帽子六九没了，哎呦，我已经用完了，闪现也交了，那只能再过来一口隔墙，对，碰到了，碰到了，两个变帽凯，哎，我变帽凯捆进去 ，A 的转吗 ？A 出来了，杀了一个，杀了一个，哎呦，再三刀，三刀没砍到，能赢这波，没闪，并没闪，那没，我也死了，我也死了，有闪。再 AQ 不追了，用条奶，血赚也不动啊，杰克。哇，兄弟，玩着玩着就突然在草丛给你打一波巨激情的团，兄弟，已咬得很死啊。ADG 第一把有点稳，是真有点稳的啊。哎，没去了，没去了。这波上方没接，上方没踢，上方没踢的。这波反秒，没秒掉，还想秒，死一个了，坏了，被拉扯了。对，这波连装备有点手吗？杰克艾现在这装备其实 A 不太动，就是靠鳄鱼的，他鳄鱼看了一下两件套都没出来。对，就只要如果只要让那个兵首歌藏着我，但是右边，哦，被洗的好难受，三角三角杀，我要倒，哎，完之后打的还行，打的还行。奶娜能奶，但是从这边娜美奶之前要打起来啊！要不还是在被动防守，兵被找到了吗？兵的位置还行，但是三六九在这里卡着。感觉到了，感觉到了。卡龙，卡龙，我快，我要闪出来，抢到了。这波滔搏肯定要退了，滔搏不退要干，还在往前走，我还在往前挤。是，剑士到了，剑士到了，就是这样，这波没控制。对。这个是最头疼的点，尬着呗，这只能尬着了。说什么看不见，杰克，哇，阿姆没闪，被一起抬了，大龙要美，不吐，海枪火炮，不 nice， 还好没卡，我都挂了，你知道吗？屁的，这肿上去了，熏这一波熏什么情况？换衣服，换衣服了，哎，卢锡安走了。等会儿 ，Alpha， 哎，看大龙被斩掉，完了，这波，这波 BDG 建模也没大了，大龙只能给，但是 BDG 想尝试啊，但是上网还有一波推，这怎么办？看一下 Cream 这波，先拿龙会不会好？有金身，有塔姆师。他们应该要稳定吃大龙，对，吃大龙，小奶油上去推一手，知道吗？先抓了大龙再说。哇、哎，还两个，还两个，还好剑魔没大了，回来奈特，在回血，剑魔还在回，我操！啊，杰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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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差一刀，剑魔差一刀，没人砍。哎呦，什么情况啊？乖乖逼！他马上吐了，马上吐。哇，有减速，那没减速。没上了，拉一下，那边还好没来啊，这个不然要死，啊、这就决赛的魅力嘛。那我是感觉现在两边都有的打，但沙皇没有闪，便要开大招了。哎呦，可以大招可以就是防守一波。干起来了！哎呦，两边干起来喽！死了，死了！六九点赞，三六九鳄鱼玩到30分钟还这么有用吗？轻装好像后买的，是后买的，他两件半虐的三件，哎，他这一波好，巨自信，这真巨自信，非要干啊，他没出来，打不了，怎么都打不了，哎，打不了，还有这一波很想玩，如果那个 buff 19分钟刷的话，啊，打到20啊，对，今天老做不太好，那、啊。上来又撤回，哎呦，亏了，被反应过来了。大家都有反应，怎么说？完了，
中国之后双刀优，跑肉，跑肉，啊，这都能跑啊！我肉成这样啊！那艾奥克其实卢山这么玩，绝对是自信，就是他现在只能这样子玩，才有机会把团开起来。确实，必自信。哎，这波一脸，六九有可能要不追，我就开大打。好吧，上期要踢了，上期要踢了。六九都过来接，没问题。这个叫动龙吗？这波有点危险啊！哎，但是这波眼线要封了，眼线要封了。先把路易封 ，OK， 把龙封在自己这边。他们想投掉。我操！我感觉胜算更大一点啊。这并没有大招，抓龙很稳，闪现有了。来了，我死了！哎，这块闪现了，没有视野，没有视野了，还行。哇，进来砍，完没后续，再砍，小天变身，下再砍一刀，一刀小天，天变身，这波打了四换三，这个情况啊，打完 BDG 还赢了吗？对，怎么改小天已经无敌的队友呢？塞纳有抬手，他这波感觉有点急了。动龙吗？一般大树一般不会被抢龙，他 Q 抢剑，接近2000多伤害。天来哇、哎！可惜没 timing 了。天选之人，每口这把能做了几个人啊？全在救。换个迅捷步伐，换个纳什之牙，刚卢先死了，一血剑都来了，兄弟。哎，还在往前走，哎呦，艾奥克就是这么自信，我一洗四还在洗，哎，开大过来，完了，压起身，我反推力，压过一击，还要不一波啊？感觉他们要试一下一波，没有桃木，他们这个杰克 A 不了人啊。对，桃木是你没伤害了，好，那个沙皇爹没了。他能不能硬顶一波？艾奥克火炮黑沙皇，现在就随便回血了，还在往上滑呀！艾奥克，杰克，你等等会儿，这波看三六九，但三六九已经咬过熏了，下来了，下来了。哦，这枚团已经不太好接了。就说他们这样拉扯，他们家又要没了。那我先马上进去。要等会儿三六九要过去受限了，现在打起来还可以。啊，烧弹油只推了一只，自己开中亚要被压起身。我接着再射一个，啊、又吃。赢能赢，逃过这波能赢。我什么哥？哥怎么见这塞纳能耐？但是他们要回家，这个家要守。我滔博家得要，这个是 LPL 决赛，家真得要。他们被这样弄过一次，对，很小心。哦，不止一次，很多次。你在的时候也有。OK， 我的，OK， 我的。现在 BIG 玩的很紧，现在就是也不动大龙，要不然埋伏了。哎，看到六九，哎，完了，六九没闪，完了呀，白给了。六九马上，哎，跑很快，附龙魂，我操，救一命！哎呦，怎么着，小天找到机会？哎，我可没闪，我可没闪，完了被抬回来。来砍三刀，但是没人掉血，一要交了，小猫砍，熏马上到了，熏马上到了。小天没闪，他们只要拖时间就可以了，他们要拼惩戒嘛，他们想打团。知道汤姆没吃，现在滔博兵线处理的很好，所以暂时不用担心自己家基地。滔博这波赢了能一波的上路兵线，这只能 all in 了。滔博也是无闪，大树马上要开大了，左开大招，被秒了。好来，我这波往前被打断。奇迹吗？没了，没奇迹了呀！杰克还在猛 A， 还没输出。咬了一下 Elk 只掉半血，没人能跟。人被杀完，远古龙还掉，只剩一个杰克，怎么说？回头点两下死了得了，早点下一把。
跟若给说的一样，打到大后期就没伤害了。是，沙皇的装备是必须得是那种中期必须要不结束，对，就是杰克艾塞拉两件套那里，没打多，没打过比你基础，没办法了。但说实话，他们这样召集党沙皇，因为对面是卢娜嘛，他其实也没有那么多机会推卢娜的。我觉得还是他有点位好一点，位的话，岩雀加这个卢山，卢山不可能敢这么玩，我也觉得。主要是那个小奶油太爱玩了，啊，他如果这时候把那个位加岩雀积血，他可能哪怕那个杰克拿不到好英雄，他们是他那个都打的。对，而且杰克下去还有两只，一个最稳的两只塞拉加上。啊，对，就行动能来轮呗，对吧？对，就对吧？